行了，现在不愿意喂奶给狗狗吃了，一直躲着。老二不给奶吃的话，老二还凶妈妈。真的是，你看，这个凶妈妈了，不给奶吃，老二就凶妈妈。你看那么凶的，老二没得吃就很凶。你看追着妈妈，真的是这么不孝的啊！得教育一下老二啊！你过来，过来，来你这个贪吃鬼啊！为了吃妈妈不喂奶给你就骂妈妈，这样不好哦，知道没有啊？给大家看一下老二这个贪吃鬼，太调皮了。小花，我在帮你教育孩子啊，怎么啦？没事，我教育他，不用求情，他凶你。你看看你妈妈多关心你哈。我拉开一下他都跟着我走来走去啊。你还这样凶妈妈，你乖不乖？小花我来帮你主持公道，你说小孩子骂你，你应该怎么办啊？怎么罚骂妈妈这么不孝啊？揍你啊，知道错没有？估计他也听不懂，一下子就无视了，然后又跑过去